正在分工，可能在报废的烘压机旁边结团。来，抓到蜂王了，等一下看这一群怎么跑。蜂王在哪里？在里头。现在抓到蜂王了，把它放在网笼里头，等一下整群的蜜蜂会跑到我手上。哇，已经开始跑到我手上来了，太好玩了。我们现在把蜜蜂啊带回去蜂巢，你看那天上还蛮多蜜蜂的，现在已经累积那么多，把它带回家。它分封完之后啊，现在蜜蜂已经减少很多了，先检查一下。昨天满满的，今天就减少很多了。把它这一群呢，就把它放到它巢口，等下甩在地上啊、哦，它就会回家。你看这两群，这群呢、啊、是刚刚分封的，这群呢是没有分。哇，那我的拳头好大哦！那个蜜蜂开始回家了，把整满手的蜜蜂啊抖掉之后，抖到草地上，那蜜蜂就会慢慢回去。所以今天收蜂的动作就结束了。分封的蜂王，等一下可以送人。